中了，这么厉害。然后，对，然后。我说跟，看你死啊！操真的。这海鸥是吗？我给你慢慢玩，不要钻船底就好了。这是太小颗。啊！完蛋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又出了，有 feel 吗？你有 feel 吗？很有 feel 啊，很有 feel 哦。但举不起来呀、啊，救命啊！举不起来，你加油啊！我一直叽叽叫你哦。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哇操！哦哦，来听一下，听一下叽叽叫声音。来来来来。叽叽叫，一直叽叽叫。这样子多大只啊啦？那一直出，刹不住吗？我锁死啊！锁死了，还会出现？锁死六公斤而已啊！哦，你这安杆路是吗？不知道哎，应该安杆吧？安杆哦，应该是安杆。哦，安杆就好啊。等你，这只手会起来，钓鱼啊！等你，到底是什么？你现在此刻很紧张吗？发表一下感言。但收不起来呀、啊！他现在的感言就是收不起来。装备很细呀、啊。哦哦哦！又出，叫声音。叫你滚！小心小心，你看你慢慢来嘿。单子的。哦、oh, ，sorry。好，来来来来，过，好过。哇，现在搞得很紧张呢啊。一直出现没有？一直出现没有？慢慢的。我很慢的啦，他一直出现不回来喂。一去不回头啊。我感觉你那个不是红杆呐，红杆哦，杆子都粗的，快个粗的了，干五十米钓的啦。是吗？你现在很厌世吗？我很厌世啊！这个小玩具，我看一下他的小玩具是什么。刚我一拉他很厌世，有吗？要交换吗？要全船的人轮到一遍吗？可以哦。一直下去，一直等了，一直等。那么慢啦，不用怕。哎、欸，好用的。动势急不得了。刚刚我今年，我今年因为三十的情况，你知道吼。看那个素油的你。看你杆子是哪一支金杆呐？这金杆对啊。对啊。白带杆。对，拉杆呐，白带拉杆的，更。更要慢慢拉，因为杆壁又薄，你硬挖会变个样。啊？这好转啊！
卷向器还要转啊，而且 有很多时候是在空转啊。哦，手卷是这样。对啊，有时候会空转，对不对？鱼在出现啊，跟你电卷一样啊。哎、欸，不能太高刹车啊，太高刹车它的线就会掉掉啊。而且一定要细线，掉细线是重大鱼，甚至不能推刹车，而是要退刹车。让它跑一下，因为。你没有让他跑，你那个线会受不了。救鬼的。边走边卷啊！全部人走去前面，钓竿拿起来，全部拿起来。好了，系好了，不要退，不要走了。到那个，哇，那他也很有经验啊。习惯了，对啊，不是我们就大阿良，我们下面这边那个阿良，好控制线就好了。看到了，看还没看到啊？看我们这里的米来，好凶哦！来再抓起来啊！来，这里过给你。好紧张哦！没关系，应该五六公分。是啊，天天烧油啊！五六公斤没那么油，烧油啊你！二号比五六公斤没那么油。阿甘啊，好香啊！烟雾早就起来了。对啊，烟雾早就起来了。你有动作上健身房有好啊？不会啊，就跟我上次三十七斤一样啊，拉到我徒弟还帮我顶着，不然我拉不起来，二号比啊。我上次二号 PE 也是三十七斤，也是我徒弟在帮我顶的啊。就慢慢卷，慢慢卷。对啊，跑得比我掉进去。而且，那一只鱼，这个船上现有两个见证人在。是啊。嘉龙跟邱斌那天都在啊。是啊。各村。各村，过来，我来。来。一只到底七八斤超过啦，这个是，搞笑嘞，牛嘛唔是安尼长的，牛食铁板印象中唔是安尼长哦，八八的，这个线一直在出呢，我加油，电还有42%，应该是吊起来，吊得起来的，这个线还一直在出呢。没有，它快没力了，它自己快没力了。起来，起来，看到了。我起来了吗？起来了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有看到了。这叫它敲鬼啦。哇，好肥哦。哇，这个有肥。哇，好大哦。这个好大。这叫敲鬼啦。这叫敲鬼啦。来来来，敲鬼，敲鬼，来旁边坐。这十几斤，20哟。这叫敲鬼。哇。恭喜啊！哇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